好、啊，欢迎各位同学来到我们七人教育晚上的付费试听课。然后是本节课的授课老师，我叫自由。这节课的话，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案例啊，用我们 Python 去采集虎牙的视频，就是那些小姐姐跳舞的视频啊，还挺好看的。网址的话，给大家分享一下。啊，用到的环境的话是 Python 三1一零的解析器，编辑器的话是排恰。 模块呢，就是咱们的 request、I 正则，还有我们的 O S 的一个文件操作模块啊。其实这个 O S 的话可有可无啊。啊，当然我也可以教大家怎么去用啊，也可以用，好吧？基本的东西的话就这些。呃需要本节课录播的话，可以加木子老师微信啊，可以加木子老师微信，到时候找他要一要，让他发给你一下，好吧？OK，那我们这个爬虫怎么去做嘞？是不是？ 好，啊、我们今天这个案例的话，主要是分为三部分吧，好吧，分为三部分啊，案例分为啊三部分，其实两部分也行，三部分吧。啊，第一个的话就是单个的视频采集啊，单个视频采集，然后第二个的话是单页的视频采集，然后第三部分的话就是多页的视频采集。啊，一一个一个来啊，一个个来，先教大家如何采集单个，然后再采集一页的，然后再去采集多页，因为我们的视频。 对吧？你你先把这一个采集下来，然后的话把这一整页的采集下来，然后这里不是有个五百页嘛？然后我们再把五百页的数据全部给它复制下来，啊，大概的话就是这么一个流程。嗯，然后我们首先随便选一个啊，就这个最好看的感觉，感觉这个是最好看的，真好看，我也觉得挺好看的。啊，OK。 啊，那我们要先做单个采集，怎么去做呢？是吧？我们爬虫怎么去写呢？爬虫会有一个基本流程啊，啊，就我们去实现爬虫啊，它会有一个基本的东西啊，基本的一个操作流程，实现的基本流程啊。这个流程的话分为两步啊，第一个呢是我们的数据来源分析，哎、啊，就是我们所说的抓包数据来源分析。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代码实现步骤，是吧？那里面的话每一个点的话。 啊、呃，用 IDLE 啊，ID IDLE、呃、ID, ID 行不行？可以啊，对吧？你这么牛逼，你用，呃，你用文本都行啊。如果说你比较屌的话，你可以用文本也没关系啊，对吧？也没关系啊。但是建议大家用拍下，这样的话写代码会方便一些，是吧？你真的有那么那啥的话，你用记事本也可以写、啊，但是不太好不？但用 ID 呃，用自带的那个也能做，但是的话没这么方便啊。抓波分析啊，建议还是用拍下啊。 用个 VS Code 也行啊，这是我们数据来源分析的两个步骤啊。我们代码实现的步骤的话是分为三步啊，分为三步。第一个呢是发送请求，呃，第二个的话是获取数据，第三个呢是我们的解析数据，第四个的话就是保存数据了。啊，这个是我们最基本的流程啊，最基本的。 明确需求是什么意思啊？它就是呃，明确我们采集的网站和数据内容嘛。就是你要知道你要采集哪个网站上面的什么数据，采集的网站以及数据内容。网址的话，因为我们刚开始是做单个采集啊，数据的话肯定就是视频标题和视频内容啊。打、啊、视频内容就有一个链接嘛，视频链接主要是这两个数据。那网址的话，那肯定就是它了。那、啊、我们肯定是在这个网页上面去找它的视频地址嘛，是不是、啊？ 啊，网址的话就这个啊，OK，这是确定了我们采集的网数网站以及数据。完事之后的话，第二个抓包分析，抓包分析呢，就是通过我们的浏览器的开发者工具，通过浏览器开发者工，分析对应的数据位置。那、啊、分析它对应的一个数据位置，基本的话就三步啊。第一个啊，打开开发者工具，第二步刷新网页。 第三步，通过关键字搜索找到对应的数据位置。啊，就通过最基本的操作是这三个啊，最基本的啊，只是根据我们网站不一样，它的数据结构不同，可能会有稍微的小调整啊，有一些简单的小调整啊，但我们前面两步是一样的，主要是第三个啊，主要是第三个找它的一个数据位置，然后根据网站不同的话，呃，搜索的关键字会有一点不一样，好吧？ 打开开发者工具，直接按 F12 就行了，这个是比较简单的。好、哦、f 1 2嗯，F12，或者说呢，我们右键点击检查，选择我们的一个 Network，那、啊、也就是我们的网络面板啊，网络面板，那、啊、就选择这个就可以了，好吧？这这个过程在我们浏览器上面啊做的啊，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啊，我们在这个播放页面嘛，播放页面啊。 然后我们右键啊、哦，点击一个检查，点完检查之后的话，它不是有元素控制，然后什么源代码来源、网络性能、内存应用嘛？那我们要去抓包的话，就选这一个网络啊，要抓包的话你就选这个网络这里啊，选这个地方啊，啊就就这个玩意啊，就这个玩意。完事之后的话，我们刷新一下，刷新的话它才会把整个网站相关的一些数据内容才会加载出来。如果说你不刷新的话，它返回的数据是不完整的。 OK 啊，那我们暂停一下啊，啊、呃，这里的话，它就一共呃返回了两百多个请求，是啊，返回了两百多个请客请求，返回两百多个请求之后的话，我们要去分析它的数据在哪里，是不是、啊？那我们啊，第一步和第二步是做了，那第三步的话，通过关键字去搜，找到它对应的数据位置。按正常来说的话啊，正常逻辑的话，这个关键字一般是我们需要什么数据就搜什么，我们需要啊，需要什么数据就搜什么数据。 啊，我们主要要的是什么？要的视频链接吧，要的是这个视频内容。那我们肯定要去找它的链接，对吧、啊？链接的话，你知道它是长什么样子吗？你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我们首先第一步的话，应该去找视频地址啊，找视频链接地址。那我们这里写一下吧。关于我们的一个，啊，写个这个吧。那那我们第一个的话，应该先干嘛呢？先分析我们的视频链接是什么样子的。 打是什么样的，对不对？那分析链接的话，我们有这么种情况，第一个啊，直接可以通过开发者工具选择网络打 MP 四，哎，对的，你说 MP 四可以吗？可以，啊，可以，但是的话，这里会有个直接更快的啊，点击媒体文件，但是不一定是 MP 四，有些它可能是是 MCA 的，是吧？有不一定全是 MP 四啊，不一定的啊。 啊，先分析什么呢？先就相当于第一步，先分析我们的呃视频链接啊，就是相当于先找链接啊，找视频链接，找视频链接。对，有 M3U8，是的。但是我们正常的话是先点击网络，选媒体，找媒体，点击网络找媒体文件，找媒体文件的话，一般正常的话是可以查看到对应的一个什么呢？呃，视频链接的啊，一般情况是可以的啊，这、就是、常规的话是可以。那我们也按照这个来，短点击媒体啊，像这个的话是没有的。 对你点了媒体之后啊，我们第一种方式啊，你点了媒体之后，你发现这里是个空的，没有啊，没有的话，那我们这个是不是可以啊，是是不是可以 pass 掉、啊？那么首先啊，叉啊，这个就就不行了，是吧？这个方不行了，不行的话，那么干嘛呢？在这个网络当中啊，就是我们刚刚那位同学说的 M 三 U 八，对不对？M 三 U 八，在我们网络当中啊，我们点击全部查看是否存在啊某些链接地址啊，是这种格式的，就是。 呃，是什么样子的格式呢？就是一个什么么点 ts 的，啊，它的链接的话形式有包含什么什么点 ts 的。如果说是像这种的话，那它就是一个 m3u8 的。对，那么点击全部啊，去看啊，有没有那种 ts 的一个链接，是吧？你你看了之后的话，你会发现好，它好像是有这种 ts 的，好像有这种 ts，但是不是这种啊，不是这样子的，呃，是哪个样子呢？我给大家找一个，就这样子才是对的，啊，是这种才是对的。 对，哎，像这种话才是一个对的，对。如果说你看到有这种 TS 的话，那就说明它是一个什么呢？它是一个 M3U8 的链接，啊，它是一个 M3U8 的链接，那就说明啊是一个什么呢？是一个 M3U8 的一个流媒体文件，是吧？流媒体文件的话，那我们第二个的话就通过关键字去搜嘛。那这个关键字的话就用什么呢？哎，就用我们的一个 M3U8 啊进行我们的数据搜索查询。 看一下我们这个链接，它是在什么地方存在的，是不是？那我们直接点击这个搜索啊，点击这个搜索，那我们输入我们的关键字 M 3 1八，e、8, 回车，回车之后的话，哎，它就会返回相应的一个什么啊数据包，看到没有？哎，这就是它返回的一个数据，对，返回的一个数据，看到没有？它一共是在什么呢？在九个文件当中找到两百七十三个匹配行啊，找到两两百七十三个。 是吧？那这里的话就是相当于我们搜这个关键字，哎，搜这个什么呢？搜这个 M 三 U 八的一个关键字，在这些数据包当中都是有存在的，都是有存在的，是不是？那这几个哪一个是是我们需要需要的呢？你可以看一下啊。其其实你可以干嘛呢？如果说你不能确定哪一个里面是你想要的，你可以把每一个数据包进行点开，但我们也可以看它的后缀啊。像这个点 TS 的话，不就是视频片段吗？对不对？那这个点这个 GS 的话，不就是什么呢？GS 文件吗？ 这也是 g s 文件啊，这个是 HTML 文件，是吧？这个也是 g s 文件，是吧？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M 三 U 八的链接地址，是不是？就相当于我们其实，如果说你真正要去看的话，我们只需要看这几个就行了，啊，这个的话是可以不用看的啊，这个的话你可以不用看，因为它就是我们的 M 三 U 八链接，它里面包含了所有的一个 TS 片段啊，啊，TS 的链接的一个片段啊，看到没有？啊，它这里就就几个片段啊，啊，就几个啊，就四个，就四个。 啊，因为这个视频的话，它可能没多大啊，十秒钟，对啊十秒钟，四个片段也很正常啊，可能说一个片段两秒多啊，两秒多，懂了吧？那我们主要看哪个呢？看这几个啊，看这个 get moment，还有啊，下面这几个啊，下面这个，对，你看这里的话，你点进去看它，它返回的数据，你说 m 三 u 八，它并没有我们想要的一个链接地址啊。你点进去之后的话，你会发现这个数据包里面啊，并没有我们想要的数据啊，并没有我们想要的那个什么链接，对、啊、那很明显这个的话就不是嘛，对吧、啊？你再点这一个。 那点这个的话，它是在哪里呢？它是说我我的数据是在这个链接里面有，是这个链接里面有 M 三 U 八，那肯定这个也不是嘛。那它的也没有什么响应数据，是不是？那我们肯定就要找的是哪个？找的是这个嘛？对，找这个。那点进去之后的话，那这里话不就是有我们的链接地址和 M 三 U 八的链接吗？而且还有它的分辨率。那这个的话是幺零九二零乘幺零八零的啊，这个是幺二八零乘七二零的，是不是？然后这个的话是六四零乘三六零的，这是它的一个分辨率啊，三六零 P 的、七二零 P 的和幺零八零 P 的。 是不是？那我们想要的一个什么？它这里是不是有 M 三 u 八链接？除了 M 三 u 八链接以外之话，它还有一个 URL 地址。这个 URL 地址的话，就是我们想要的一个视频链接地址。那、啊、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视频链接。后把声音关小一点，不然太吵了。那、啊、看到没有？是不是？ 哎，那我们想要的数据是不是就找到了？我们想要的一个视频链接，它不就在这里面吗？那它的标题呢？那标题也有啊，video title，啊，这个不就是标题吗？啊，标题也有了，我们的视频链接有了，就是我们想要的这两个数据是不是都找到了？对，我们想要想要的这两个数据，它全部在哪里呢？全部是在这个响应数据里面啊，在这个里面，在这里的话，那我们就可以干嘛呢？点击标头查看它的链接地址，那这个的话就是它的链接。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所招的一个数据包地址，是吧？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数据包地址，哎，就它了，啊，就是它啊。我们请求这个链接的话，那我们是不是只要请求它，请求这个链接获取它这里面的响应数据，我们就能得到视频链接和视频标题，啊，那我们第一步是不是就搞定了？关于我们数据来源分析，我就知道我想要的数据就在这个里面，啊，在这个链接里面就有我们想要的两个数据，OK 啊。 完事之后的话，对吧、啊？找到链接之后的话呢，那然后怎么办呢？那我们写代码的话就这个嘛，只只要是找这个链接啊，找数据在哪个链接里面，找到之后我们就通过这四个步骤来就行了。发送、获取、解析和保存。发送的话，那不就是模拟浏览器对于我们的啊、呃、U L 地址去发送请求吗？对啊，这这个的话就是最基本的东西了啊，就模拟浏览器对于我们的 U L 地址发送请求，获取数据呢，就获取服务器返回的响应数据。 服务器返回的响应数据，解析数据的话就是提取我们需要的数据内容，保存呢？啊，获取视频内容，保存到本地文件，本地文件就可以了。啊，这就是我们基本的步骤啊。这整个的话也是我们爬虫基本的流程。你去采集其他网站的话，也可以按照这个流程来。啊，你比如说采集啊，你比如说采集什么呢？斗鱼的。 对吧？斗鱼，你要请求哪个？呃，你要爬斗鱼的哪个视频，它的链地址，然后你要的视频标题和和链接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通过抓包去分析它的链接在什么地方，然后找到链接之后的话，我们再通过哎发送获取解析保存的方式，一样的嘛？啊、呃，腾讯视频会员可不可以？一样的，你爬腾讯视频的话也是一样的，啊、呃，对吧？你要采集哪个腾讯的哪一个视频？ 是不是？然后你通过抓包分析，那它是它的它的数据是在哪个地方？然后它你你请求它的链接，然后干嘛呢？找到它的一个数据对应的链接地址，然后发送过去解析保存就可以了。不一样的嘛，一模一样的。你无论说哪个网站都是按照这个流程来的呀，是不是？只是什么呢？它只是你的网址变了，你要的数据变了，然后你所数据所在的一个位置变了。 那其他的步骤都是差不多，那有可能说你有加密有没加密的问题而已。好，那我们来写代码了啊，来发送请求。发送请求的话，复制粘贴，哇，发送请求的话，我们的一个代码内容的话就复制粘贴就行了，对、啊，我们就复制三个东西啊，写三个东西。第一个模拟浏览器，模拟浏览器的话，复制什么呢？请求标头内的参数。 请求标头的参数啊，是吧？复制复制请求标头参数，然后放到一个什么呢？字典里面啊，放到字典里面。然后我们的请求网址，哎，也是复制什么呢？直接复制刚刚抓包的链接啊，复制刚刚抓包分析找到的链接地址，是吧？哎，发送请求的话啊，基本上就是导入模块。 就是导入我们的一个数据请求模块，然后使用什么呢？使用浏览器所所示的一个什么呢请求方法？它用的是什么方法，我们就用什么方法啊？然后传入相关参数就行了啊，传入相关的参数就可以了。那我们来写啊，对吧？我们复制请求标头里面的参数啊，那我们用个字典，对吧？字典的话，我们就是。 对、啊，用一个别名，然后这个的话不就是一个字典嘛？那、啊、这里的话就是一个空字典啊，空字典。然后我要把把我们的标头参数给它放进去，对对，在标头里面，标头里面的话会有一个请求标头，把它的 UA，对啊，我们把 UA 拿过来，复制粘贴，哎，复制粘贴，Ctrl+C，Ctrl+V，啊，然后加上我们相应的一个引号就可以了啊，直接复制粘贴就行了。那网址呢？那我们也是复制的，把刚刚抓包的链接直接给它拿过来。 那就是哪一个？就这个吧。这个链接我们也给它复制粘贴过来。那发送请求的话，我们导入一下数据请求的一个模块啊，对吧、啊？导入一下这个模块嘛。一般我们是用的是一个 request 吧，是不是？import 一下我们这个 request，导入进来。完事之后的话，它用的是什么方法？它用的是什么？是 get 的请求啊，是 get 的请求方法。那我们在代码里面，哎，也用 get，那就 request 点上一个什么 get 请求。 把相应的参数传进去 L,，U L，U R L，哎，等于什么呢？U R L，Headers 等于 U L，然后 Headers 等于 Headers，再用一个 Response 的变量名去接收就可以了。啊，这就是我们发送请求的基本代码内容。所以，我们只要你分析到啊，分析找到什么，找到我们数据是在哪个链接里面，那我们的一个请求图，对吧、啊？我们的请求方法。 是不是都能找到？你把这个模块导入进来就行了。然、啊、后这个模块的话要安装一下，要安装一下，就这么简单，不难吧？啊，复制粘贴就行了。那、啊、这个 UA 的话，它就是用户代理啊，啊，就用户代理嘛，表示浏览器的基本身份信息，基本身份信息。OK，就这样子的。要不要给你们截个图？来，我给你截个图啊。 给你截一个如何复制粘贴的图，啊，这样子，啊，教你们怎么去复制粘贴，来和我们的这个代码去进行对应啊，对应，啊，跟这个代码去对应，来，我们直接写一下，啊，首先的话啊，我们的链接对吧？请求网址，啊，对应的就是这个网址的话，就是它。 对吧、啊？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请求网址，是吧？就对应的啊。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呢？呃，还有一个的话就呃，哎，放上来一点，不然的话不好选。那请求网址的话就是它。对，这里这个、这个链接啊，这个链接的话就对应的是我们这里啊，直接给你们画个箭头，对、啊，就这个。啊，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呢？啊、呃，还有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模拟浏览器 h a d e s 啊、uh,，headers 的一个请求头，这个请求头的话就是复制我们这个请求头里面的内容啊，复制 UA，正常的话我们就复制这个 UA 就行了，把这个 UA，哎，你给它复制过来啊，放到这里，它放到这里，我觉得用用这个颜色不好看啊，用个蓝色吧，感觉用蓝色会好看一些对，用蓝色的话明显一下，拿个蓝色的代替，它绿色的话，因为它下面也是个绿色的，我们拿个蓝色代替一下，啊，然后的话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呢？ 还有的话，就是我们的一个请求方法啊，请求方法啊，请求方法是这个，对、啊、吧？这里的话是请求方法，是吧？他用的什么，我们用什么就可以了，是吧？他用的是什么方法，我们用什么方法就可以了，理解没有？然后的话，你主要是干嘛呢？导入一下这个模块就可以了啊，导入模块，对，导入我们的一个啊模块，导入之后的话，他用什么就用什么啊，最后的话就是相关的一些参数。 你像它相关的一些参数，那我们的一个什么呢？啊、呃，我们的 UA，是不是？我们的 UL 啊，我们的这个 UL，你直接就传到哪里呢？传到这个地方。然后我们的 headers，哎，你就传到这里来就可以了。好、啊，传到这里来，你把相应的参数传进来。前面这个不变的啊，前面这个的话是它的一个参数啊，是我们的 get 函数里面的参数啊，是不变的。基本代码的话就这么写。以后你去采集其他网站，你你只要找到链接，你就去复制粘贴就完事了。啊，去复制，然后去粘贴就可以了。啊，大概的话意思的话就是这样子。 啊，你直接复制就行了啊，对，我就告诉你在哪里复制啊，我就标了个箭头啊，你就自己对应着看就行了。啊，自己对应看就可以了。那代码的话，我也直接放在这,这里啊，放到这一个里面，对吧、啊？这个代码的话，我也直接放在这个笔记里面啊。啊、呃，这个笔记的话，你们可以加木子老师要的啊。笔记的话，你们可以去加木子老师要。啊，木子老师微信：python 幺零零幺零。啊，时间说可以不变吗？时间说你可以变，可以不变啊。 啊，你想变的话也行啊，是吧？啊，有些同学说有啊、呃，能看出来了。你说老师时间戳哪一个是时间戳啊？就这个嘛，这个幺七二是时间戳吗？短钟老师这个时间戳不变吗？它变不变有影响吗？对你要它变可以变吗？可以变啊。你是不是可以用畅模块去获取当前时间戳？是吧？它又没有涉及加密啊，不不涉及加密时间戳，你可以不用管它，知道没有？啊，记住啊，这是时间戳的话，如果说啊啊，如果说它没有校验，没有校验。 啊，没有校验这种时间戳啊，校验时间戳啊、呃，时间戳方面的一个东西的话，啊，你就可以可可以干嘛？可以固定啊，固定就行了。如果说它真的有校验的话啊，有关于如果说你这个时间戳你不改，不是当前的一个时间戳的话，就是不是跟这个时间点是对应得上的话，呃，那你就用唱模块，短焦改的话就是用唱模块点然啊，获取当前时间戳就可以了。啊，这个东西无,无所谓的。啊，获取当前时间戳。 对，然后传入进去就好了。啊，时间戳是什么意思啊？时间戳的话，就是请求当前网页的时间点、啊。那、啊、格林威治时间啊，官方话、就是呃，时间戳，我给你百度搜一下啊。什么叫时间戳啊？给你来个百度百科啊。那、啊啊、百度百科你看一下啊啊，他说啊、哎、格林威治时间啊，时间戳是指的格林威治时间，从一九七零年一月一号对吧？零点零分零零零零秒。 对啊，开始计数的总秒数啊，其实总秒数就是呃，从从我们现在这个时间，对、啊，我们这个时间到这个时间已经过去了多少秒，多少秒，对吧、啊？多少秒？其实你就可以理解为就当前的时间点就行了。打、啊、时间错啊，时间错的话你就可以理解为啊、哎，那种东西花里胡哨的，对吧、啊？你就可以理解为就是请求网页当前的时间点，请求网页，啊，或者说请求链接，对吧、啊？当前的一个时间节点。你像我们这里它是一个什么？ 你看它这个链接是什么？是幺七二开头，对不对？你可以百百度找一个什么时间戳在线转换，那这里一个转换工具，那我们拿过来。啊，这是毫秒的、啊，那、啊、看到没有？它就是我们请求当前网页的时间点。啊，二零二四年七月一十三号八点一十分，就是我们前面请求的时间，懂吧？时间戳嘛，就时间节点,点，就一个时间而已。 啊，第二步啊，获取数据。获取数据这一个数据的话，是很多同学会犯的错误啊。我问一下你们啊，呃，关于这种数据的话，你要获取响应的什么数据啊？关于这个数据，当你看到它的数据是这样子的，要获取响应的什么数据？有同学知道吗？有没有同学有基础的？就是我要获取这个响应数据，我要怎么去写？获取响应的什么数据？这个有没有知道的？ 获取数据的三种方式啊，text、JSON，还有呢，response 点 content，对、啊、吧？这三种，JSON 是吧？都选 JSON 啊。获取响应的文本数据，对、啊、这就是你们报错的地方、啊。你像这个网站，它这里获取 JSON 会报错啊。这个话不能获取 JSON 啊。 给你们看一下啊，获取 JSON 的话，它这里会报错啊。response 点上一个什么呢？点上一个 JSON，打印一下。你这里获取 JSON 的话会报错的啊，会报错的。经常犯的一个错误啊，很多同学经常会报这个错误。 那、啊、经常会报这个错误，啊，会犯这个错误，因为它返回的数据啊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获取接生啊？就必须它必须是一个完整的接生数据格式啊，就是它必须是完整的接生数据格式，懂了没有？必须是完整的啊，必须是完整的接生数据格式。那我们这个它不是的呀，它多了一个什么？它多了一个花括号啊。 把 pay 多了一个这种小括号包裹起来的，像这里的话你就没办法直接获取节省数据了、啊，对吧、啊？你这里如果说你要获取的话，你只能获取 text，啊，只能获取这个 text，然后他才会把相关的内容拿到，把相关的内容拿到。嗯，用户登录不正确，啊，我们没有拿到数据啊，是吧？我们用他他来了个用户登录不正确，我没登录账号啊。 啊，我登录的账号，好吧，那我们加一下 cookie 啊，那我们加一下 cookie 就行了，对、啊，那加个 cookie 就行了。他说我们用户没登录啊，或者说啥的，那我们就加一个 cookie 嘛，对啊，加加一个 cookie 的信息，然后再去获取数据就好了，对、啊。如果说他说你没有登录，那你就把登录的 cookie 信息给他加上啊，就完事了。那这样的话不就得到数据了吗？是吧？ 啊，他他告诉你说你没有你你的登录的用户信息不对，是吧？因为我们连 cookie 都没加啊，就像那我们就把这个 cookie 加上就行了。但这 cookie 是什么呢？啊，我们的用户信息啊，常用于检测是否有登录账号，是吧？他没有的话，我们加上就可以了。ok 啊，呃，像这种情况啊，如果说你想要获取它的。 节省的话，就像这种情况的话，如果说你想获取它的一个经验数据啊，我们是有办法的，我们是有办法获直接获取节省的，就是可以获取。但是的话，你需要在呃，你看一下这个东西啊，你看一下它是不是返回多了一个什么呢？多了这个什么 j query 什么东西啊？多了一个 j query 的一个东西，然后有一个小括括起来的，对，把我们的数据包裹起来了。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？其实在我们的请求参数里面有个 callback，在我们这个请求参数里面，它会有这个 callback。 我们在请求的时候，如果说你携带了这个参数啊，啊、呃，他会把这个东西给你返回出来啊，给你返回出来，是不是？那那如果说把它删掉的话就可以了。就是我们要把链接里面的话，把链接里面的哪一个呢？把这个 q u b a c k 的参数我直接给它干掉，啊，直接给它干掉。删掉之后的话，我们再去获取节省的数据，它就不会报错了，啊，它就不会报错了。啊，对于没有加密的网站的话，你可以这么去做啊。 看到没有？那这样的话，我们是不是拿到了它的一个 JSON 数据格式啊？对于没有加密的网站，你可以这么去做。啊，如果说它有加密反爬的话，呃，你不能删啊，删了的话反而得不到数据。理解了吗？好、啊，那关于这个发送请求和获取数据的话，有没有问题想问的？有问题的话说一下，没有问题扣个六啊。没有问题的话就扣个六，那我们就接着继续了。 记住啊，没有反爬可以删啊，没有反爬你可以把这个 c a l b c 参数可以删掉，删掉之后的话直接获取 j s 就可以了。如果说网站有反爬的话，有时候你可能你把那个删了的话就不能啊啊，有有时候有,有些网站是不能删的，比如说淘宝，比如说酷酷狗啊，比如说酷狗酷狗的话也不能删，它也会有个 q u b a c ac, 但是也不能删。有些网站它是不能删的，不能删。呃，如果说你删的话，它是得不到数据的。所以说有些网站不能删，有些网站是可以删的。 如果说不能删的话，那我们就要用正则去匹配就行了啊！用正则把什么呢？可以用正则把这一段数据，你可以把这段数据给它匹配出来，然后给它转成基准数据再去取值，也能够直接通过正则，对，也能通过正则直接把它的视频链接、把视频链接和视频标题给它匹配出来啊，也是可以的。啊，用正则的话也可以去取啊。来、哎、解析数据。 那这里返回的是一个呃 JSON 的数据啊，就字典嘛，就是一个字典数据，我们直接字典取值就可以了啊。根据键值对取值的方式，把相关内容给它取出来。比如说我们提取视频的标题，title 等于 JSON data，那根据冒号左边取冒号右边就行了啊。根据冒号的左边取冒号右边，一层层取啊。那我们的标题在哪里？它返回的不是这一个 data 呃 data 的数据嘛？我们的标题不是在这个 moment 里面吗？ 是吧？我们就一层层取就可以了，取 data，data 下面的一个 moment 啊，这个里面的哪一个？这个里面的哪一个数据是我们啊标题？哎，这里有个 title 吧？是吧？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标题啊，标题。那我们的视频链接呢？video url 复制一份。 哦，我们的视频链接的话，它也是在这个 data 里面啊，下面的一个 moment、啊、然后再下面的话是取的什么 video info 啊，取 video info 里面的内容，video info 里面的哪一个呢？这个什么 definitions 啊，取它，啊取这个里面的哪一个？它返回是个列表，然后我们取第一个就行了，取零、啊，啊取第一个，因为第一个的话是最高清的，那么直接取个零，然后再取它里面的 u l 啊 u l 的一个链接。 嗯，这样的话，我们的标题和链接就拿到了，啊，标题，哎，和我们的一个视频链接，就这样子就拿出来了，非常简单啊，非常简单那。那视频标题啊，视频链接，你点击这个链接的话，它就是一个播放地址啊。OK 啊。 这个比较简单嘛，根据冒号左边，取冒号右边。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话就直接保存数据，啊，保存数据。来保存数据。我们现在这里只拿到了什么？我们这里只拿到了呃视频的一个链接地址，我只是拿到了链接，对不对？你要获取视频内容的话，你肯定要对于链接去发送请求的。 你肯定要对于这个链接去发送请求，然后获取它的内容啊，获取我们的一个视频内容，是、啊、吧？那我们用个 video content 的变量去接收，发送请求就用 request 点 g e t u l 就等于什么呢？video u l h e a d e s s 等于我们的 h e a d e s s 然后获取它的二进制的内容，content，啊，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视频内容了。有了视频内容之后的话，我们直接通过什么？通过 v i t open 进行保存嘛、啊？我们保存数据。 通过我们的 v i t open，啊 w i t open 给个 video 文件夹，对吧、啊？加上我们 title 文件名，再加上点 mp4 的文件格式。保存方法的话，因为是二进制，用 wb。重命名为 f，再写入我们的数据内容。啊，那我们就 f 点上一个什么呢？write，把我们的 video 啊视频内容给它保存进去就可以了。 像这个 video 文件夹的话啊，如果说没有，你可以干嘛呢？手动创建。我们也能通过代码去进行自动创建。我们可以导入一个什么？导入我们的文件操作的一个模块，import os。那我们可以干嘛呢？自动创建文件夹。那我们首先定一个文件夹名字啊，文件夹名。那给个 l 用等于一个什么？等于一个 video 啊，那这是文件夹的名字。 然后我们判断一下文件夹是否存在啊，存在。如果说啊，如果说我们这个文件夹它不存在，对，如果说我们这个文件啊，这个文件啊，文件夹不存在，哎，如果不存在的话，那我们就干嘛呢？自动创建文件夹，对，OS 点上我们那个 make dr，把这个 file 进行一个文件创建，哎，这样的话就可以了。 你看一下啊，我这里的话是已经有了的，我可以把它删掉啊。我打开一下这个文件，嗯嗯，它怎么卡住了？啊，这里啊，哎，不是这个，我右键怎么卡住了？OK，打开一下。那这里的话是有一个文件夹的啊，我我们可以把它干嘛呢？删掉，我直接给它删掉。对，删掉。如果说啊，我先给你演示一下，我们没有文件夹的话。 我们没有文件夹，对吧？没有这个文件夹，你直接去运行的话，它会报错，但你它因为我我我我想要把视频保存到一个 video 文件夹里面，但是我现在是没有文件夹的，没有文件夹的话，你要去保存，它肯定会表示什么呢？哎，没有这样的文件路径，看到没有？你翻译一下它报错，没有这样的文件或者说目录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就要干嘛呢？手动创建或自动创建？那手动创建肯定是比较麻烦，我肯定想要它自动创建嘛。那我们就用这一段代码让它干嘛呢？自动。 去创建我们这个文件夹，那它会自动创建一个文件夹出来，然后呢，把我们的数据给它保存进去，啊，保存在这个里面。哎，这个的话就是我们采集下来的视频内容，懂了吧？啊，这个的话就自动创建啊。OK，看到效果的同学可以扣个九哦。 呃，这个文件是固定的吗？哎，跟你的名字一样，打小就很聪明啊，打小就聪明，它是固定的。打你只要改文件名字就可以了。啊，但是这个不能，啊、呃、不能那个。但这个啊，这个的话，它只能创建一层，啊，只能创建一层，不能创建多层。打、啊、它只能创建一个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比如说啊，我想要的是什么呢？啊，我想要的是这种。 就是呃，我想创建一个文件夹，打这个文件夹叫 video，打，然这个 video 里面我又想再创建一个文件夹，啊，我又再想创建一个路径，啊，叫做什么 video 一，啊，如果说是这种的话啊，你就不能用这个方法，你这个方法的话就不行，啊，那就是得用什么 m a k e d r s 啊，得用这个 make d r s 啊，得用这个方法，啊，这个方法才能。 做多,多层的创建，你比如说啊，创建一个 video，video video 下面的话，我们再来一个 video，啊啊，再来一个 video，啊，这样的话啊，我们就可以了。你比如说把把它的一个数据放在这个里面，这个下面的这个下面，你看一下、哦，我把它删掉啊、哦，我把这里删掉啊。如果说按照我们刚刚的那个方法，按照按照刚刚那个 make dr 的一个方法啊，按照这个方法你运行的话，它是不行的，啊，这个的话是不行的啊。给你看一下，看到没有？ 啊，找不到指定的路径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他他创建不出来。你按照这种方式的话，你他创建不出来的，你得用什么呢？make d r s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多创建几个了那。那看到没有？哎，他这里面创建了一个 video 文件夹，然后里面又创建了一个 video 文件夹，然后把我们的数据放到这个里面，懂了吧？啊，不写这么多啊，写这么多干啥？ 啊，就是这个方法的用法、啊，这个的用法。啊，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单个的采集啊，就是这么简单啊，轻而易举啊，轻而易举，非常轻松的直接拿捏。这个的话就完成了，哎，完成，完成，简单吧？OK，那我们现在的话，我们只是爬了一个视频啊，一个视频的话是满足不了各位同学的。 啊，是满足不了你们的啊！大家的胃口是比较大的，是不是？那我们接下来的话，就把这一整页的啊，一整页的给大家爬下来。所以，我们刚刚是爬了哪一个？爬了这个啊、呃，爬了这个视频，对不对？那么现在要爬从这个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啊，五个，一共是一页的话，一共有二十个视频，我要把这二十个视频全部踩下来，那怎么去做呢？啊，那怎么去做呢？哎，那就是我们需要去分析一下请求链接的变化规律。 往做批量采集的话，就是分析它的链接变化，它是怎么变的？就我们请求这一个视频，哎，它请求链接是这样子的，对吧、啊？我们换一个视频，那它的又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对吧？比如说换这个啊，换这个视频，我们按同样的一个抓包方式去做啊，按同样的一个抓包，F12 打开我们这个开发者工具，刷新网页，然后、啊、通过什么呢？通过 M3U8 直接去搜。 啊，搜，啊，什么时候才能像老师这样轻而易举？啊、uh,，你跟着我学一周就能轻而易举了。像这种网站，你跟我学个一周就可以了啊，对吧？你报班学个一周，五节基础加五节爬虫，轻松搞定，轻松拿捏这种简单的网站。啊、uh,，你自学的话啊，uh, 就像这位同学说的，很久以后，到底是多久呢？我也不知道。啊、uh,，在哪里呢？在这个里面啊，这个的话是我们想要的数据，对不对？ 然后的话啊，你看一下它的变化是什么样子的。那这是它的链接，这是我们另外一个视频的链接。啊，你可能说看这个看的不是很舒服，但它前面这个链接地址是一样的，链接地址是一样，那么就看哪个，看这个载荷就行了、啊。好看这个载荷有什么变化？来对比一下这个载荷，也就是这个请求参数，对比一下它的请求参数。 啊，比到这个请求参数之后的话，你会发现它是哪几个变的？一个是哪一个？一个是这个什么 q u e b e c k 啊，coback 的话我们是直接删掉的，不用管的，所以说它变不变无所谓，反正我都都不带它。啊，还有一个是什么呢？还有是这个 video ID，对、啊、吧？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视频 ID。还有一个什么？还有一个时间戳。这个时间戳的话，我们说过是可以固定的啊，说是不是可以固定的？这个可以固定，啊，这个、可以固定。然后这个的话是可以删掉不要。 是不是？所以说，我们实际上只要哪一个呢？只要这个 ID 就行了，只要这个视频 ID 就行了，对只要这个 ID，那我们只要把所有的整个页面啊，就把我们这一页所有的视频 ID 全部拿到，哎，那我就可以获取整个页面的视频内容，是不是？那它的 ID 在哪里呢？一样的嘛，我们去抓包嘛，按照我们的思路来，是不是？那我们现在的现在的需求就是什么呢？采集这个网页上面的视频 ID。 那么一样的去抓包分析啊，打开开发者工具，刷新网页。通过我们的关键字去搜，我们的关键字就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这个 ID 嘛。ID 的话就是我们的关键字啊。搜一下，哎，它的返回了多少个？返回了两个数据包啊，返回了两个数据包。那第一个很明显不是嘛，第一个是什么？点 GPG 啊，它是图片啊，对这是图片，啊，这是我们视频封面图啊，那肯定就不是啊，那肯定在哪里？在这里啊。 那这里肯定就是我们想要的 ID 嘛，对不对？那这里的话就是有我们的 ID，是吧？那这里的话啊，整个页面的数据都有啊，对吧？整个页面的一个视频 ID 都有。那请求是哪个链接？请求就是这个链接嘛，是吧？请求的是不是这个链接？对不对？那我们来写代码啊，啊，写代码。那么首先啊，请求网址，这个请求网址就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目录页。 目录页的链接，那这个网址的话就变，这是什么呢？我们的一个播放页面，好、啊，链接，啊，目录页链,链接，我们用个变量名 link 等于什么呢？它，然后我们去发送请求加获取数据，加获取数据，html 等于什么呢？request 点上一个 get 请求 u l 等于我们的 l i n k h e a d e s 等于 h e a d e s 然后点上我们的 text。 啊，获取它的一个网源代码。来，我们运行一下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能拿到拿到这一个响应数据了啊。因为它这个响应数据的话是这种呃 HTML 的形式，那这里肯定就获取文本了、啊。嗯，看、啊、这里面的话，我们的数据是不是出来了？出来了之后的话，我们去搜一下它的 ID 啊，搜一下。 说一下他的 ID 有没有返回？啊，这里是不是有返回？啊，一共说了十一个，他有在十一个地方都有 ID 啊，那还挺多的、啊。这么多地方有 ID。啊，有个 VID 啊，这里的话有个 VID，所以我们来看下这个 VID 的话，取这个会不会方便一些？杠 D 加二十个，哎，那没毛病，那我们就直接用它就行了。那我们直接用正则去匹配啊。 那么提取数据啊，提取我们的视频 ID，使用正则提取视频 ID。那么导入一下正则模块，导入一下我们正则表达式的模块。import r 1啊，import r 1我们 r 1点上一个什么呢 f i n d 啊，把我们的这个匹配的规则给它拿过来，啊，其实就是你想要什么数据给它复制过来。我们想要的数据是这一块吧？啊，给它复制过来。然后我要的是么？要的是这个数字吧？数字的话就用括号杠 D 加表示啊，括号杠 D 加。然后从哪里匹配的？从我们这个 HTML 里面去匹配的。那这里的话就是我们视频的 ID list。好，那我们的所有的视频链接就拿到了啊，视频的 ID 就拿到了。 拿到 ID 之后的话，它返回的是一个什么呢？返回的是个列表。返回的是个列表。列表的话，那我们就通过 for 循环便利嘛，提取列表里面的元素。for video ID in 什么呢？in video ID list 啊，直接给它便利一下，把里面的每一个 ID 全部拿出来。拿出来之后的话，我们进行代码缩进，把我们这个 ID 干嘛呢？传进去。 好、啊，传到哪里？传到这里来把它 ID 传进来。传进来之后的话，哎，那我们就能够对于这一整页的视频内容进行相关的一个采集了。啊，这一页的视频的话，我们就全部给它爬下来。啊，这第一个视频。好、啊，这第二个视频，第三个视频，是吧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单页啊，单页批量采集。 这么大吗？你不会有些视频很大吧？很大的话，等下又又爬高清，再爬半天，还好吧？这应该都是短视频，应该不会太慢啊。这个有个两分钟的，两分钟的话可能会稍微慢一点，因为它这里的视频的画质比较高啊，画质比较高。然后爬了十四个了啊，十五个，他一页是二十个，十五个了。十五个有多少多少多大？一百多兆还？ 一百三十多兆，也不是很大啊，因为他的视频比较短嘛。